唯一走。哎、欸，我什么时候要找？不要再推的时候就找动机何在？好好。所以只要我一推完马上撤。那我看一下这种画面好了。对对的画面。不是我说刚刚那个。推完我就要丢。对对对。推完我会马上闪。没有啦，反正就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我把门开这样一点，然后我从尽量，我要苦苦哀求，我尽量从这边一点点推。啊，我想要正一点呢、欸，正一点。对，你正一点，所以你要正一点的话，我从这边推，就是我从这个角度用力，这样他比较不会落到我头。不用了，不用，你还是正常推，我不会拍到你。对啊，我想要正面一点。你说他人正面一点，哦、那我们会穿啊，因为后面那个反射。你会看到有人在后面拍摄，而且他那个鬼哥砸东西的瞬间，我觉得可以。还是你觉得没差？没差我就拍。让他感觉他砸东西。哦，没有没有。或者也可以让他真实一点，我就把钥匙什么的放到里面，这样被砸起来。那边推到底了。哎，好像可以哎，我就这样。不要，你要不要了，算了。真的跌倒，那这样子看起来不是这样。靠北，他妈的。对，对，好啊。来吧，来吧，那就看看即兴发挥。好，来，准备喽。好嘞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你们天气很重哎、欸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他的表情超靠北。哎、欸，感情。是好在你不要笑场啊！对，我有笑场。你马上一讲，因为突然就笑了。哦。你就这样就算演到底啊？没有，他起来才笑。没有，我起来才笑的。但是我觉得保险一点，你家比较好用。哦，就整断一点。对啊。看我看起来超可怜，看起来超可怜。我只要那一次一个超干的龙，对对对。我只有捡到你被掉到地上，然后丢衣服，那个刚刚感觉不错。他就关门了，就丢衣服之后他就关门了，然后外面还有。哦，是啊。那我一样在倒在同一个位置啊。完美，哪里？在我推到后面那个铁门上，其实我有点怕了。好，那再来一次哦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可能上一个比较好啊。我也觉得上一个好像比较好一点。上个比较真。上一个比较自然。上一个比较。对啊，上个比较可怜，上个还是好，我觉得再次好，真的不行就保第一个，我觉得上一个会这样子，反正就反正对，我完全没想到。好嘞，三个二一走。七十万个，这个撞到人家稳了，我觉得就是那个撞到的效果，看起来就是。哎、欸，干，可以，这有对到拍会很爽。等下那个门怎么办？等下还有个关门呢、欸。没关系啊，就再看看。再卡了，再卡。反正现在有两个吧，第一个跟这个嘛，还是要再一个。我是觉得还好。第一个，我看是第一个。我开始觉得真的要把平常路线发泄出来的人歧视鬼哥。鬼哥丢手哪里？我丢衣服而已。你看我刚刚那个什么？然后在关门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很好玩。你看，你看，这边装。因为他起来这边就笑。那我就拍外面喽。外面啊。这用第一个。都可以啊，可以。哦，他从外面拍，他从外面拍，说好。然后关门，就变成推完丢完衣服之后，我关门。好好，可以。然后他从外面拍。是啊，接着要接到接着，手要接下去的时候，不要手冲的。哦，是。OK。你们是要关铁吗？好，所以我突然打一个。差不多就关了。要打板。要手吗？会手音吗？会手什么？要板。啊，你自己在录就好了。只是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吵？但那边好像会拍到。哪边会拍到？那边啊，那边桌子。哦，会穿这些。然后我想一下。上面拍啊，上面拍。
上面拍也，上面拍好像可以。你假，欸，你假装蹲，你就蹲在刚刚那边。这边。哦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。好好好。欸，我如果是把阿莫斯推出去的话，我觉得可能铁门维持，欸，然后我甩这个我比较好甩，因为是关。关很好关，但是甩拉起来，你这样看到力道感觉吗？对，我觉得关那个会比较好，因为有光，我觉得可以拉里面的就好。OK， 你要拍那个门关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那个门是拉起来那个力道，这不好关哦。不是不好关，是好关的，是拍起来应该没有。可是要拍得到那个门还是开的，那关。那你们关的时候，我是要抱着，然后这样无言的看门，知道吗？你就慢慢摸。没办法，刚那个跑法应该没办法面。哦，那我就站起来。没有啊，我剪应该是剪它飞出来那个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对啊，飞出来之后就关门了，啊。你的剪应该就是这样吧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走完整的啦。啊，看看你要关哪个门。你一定要关这个啊。好，那就关这个。关这个不合理啊。好啊，那就关这个。合理性。对。那就走一次喽。好。对。那我就照一样。对，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对对对。好，来哦，准备哦。OK 吗 ？OK 吗？可以了。好，来哦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哇，这个我推我闪。你是真的有撞到吗？哈哈哈！他就开门。哎，来访请按，不要直接撞。来访请，不是，就是，你要不拿东西砸他，我不用闪，不然我砸你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觉得不用闪了，我不会砸到你。刚闪是因为拍嘛。你一定错，有要做指甲吗？对啊，这个动作节奏感会没那么利落，会比起甩这个不利落很多。没有，我从侧边砸就好了。你从侧边砸好。对，以你光头为主。稍微。我那个太神了。没事，我没有，我只要逼他而已。尽量不要再撞到门。我不能再撞门。他就走出来，球放出来，你就会变成两边围殴，哎，没错，好可怜哦。